好，全台农渔会唯一设置银发族健身俱乐部的瑞穗乡农会9453健身俱乐部11号是正式的开幕营运之后，原定7号的7次报名名额也是秒杀。那么农会也赶紧展开第二梯次的报名作业，并且是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也提供优惠价，也欢迎社区部落的长者一起来增强肌耐力、安全健康的运动。7月11号，花莲第5家银发族健身俱乐部在南区瑞穗乡农会正式开幕营运。9453银发健身俱乐部与花莲全龄体适能运动协会合作，设置运动智慧智能设备、机械器具以及辅具，规划体适能课程，在专业运动指导员指导下，让每位长者在安全环境中进行有效激励运动。除了这个初阶班的招生之外，那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初阶班要进入进阶班的这个部分哦，那长者也非常的踊跃哈，那进阶班的部分也将近要额满了哈，所以长辈对我们这个9453银发健身俱乐部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支持。那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运动，增加长辈的肌力。有专业智能设备与专人指导培训，健身风潮也悄悄吹向了南区长者们的身上。瑞穗乡农会7月份第一梯次招生15个名额即刻被秒杀。农会不仅立即开设第二梯的报名作业，也结合县政府原有的优惠，也寄出好康，希望长者们能踊跃参加，一起健身。原本的这个价格哈，我们是定在3000块，那我们政府跟农会都有一个补助的措施哦，所以只要对半的价格，也就是1500块钱哦，那就可以来接受我们专业的教练来指导，那增加我们长者的一个肌力。那8月20号开始上课，我们总共是一期是维持3个月哈，就是一季，总共有将近24个小时的这个课程哈。那我们希望瑞穗乡农会9453银发族健身俱乐部第二梯次现在正在招生中，预计8月底开课，每周2、4下午2点以及3点共2班。为期12周的课程，而每班有15个名额，采小班制。有兴趣的长者，或者是想孝顺父母的子女们，赶紧拨打咨询专线8872338陈小姐报名预约，一起来增强肌耐力，健康到老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